看全院送好礼。今天我们先来看一场献给十四运会的精彩古乐演奏。最近，姚一天卫星把你赢的古乐演奏视频火爆各大网络平台，诸多陕西元素符号与古乐的结合，充斥着一股西北人独有的豪爽之气。大家好，我是新宇，现在呢，我是在西安外事学院的外事古乐团。那现在呢，就是在咱们外事古乐团的这个排练场地里面啊，所有的老师呢，现在正在排练他们的曲目。那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背景呢，就是非常的有年代感，而且相信这里面的很多乐器呢，大家可能并没有见过。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高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您一眼就能看到的是我们非常庞大的编钟，这边呢是编磬，编钟编磬是我们中国传统礼乐的代表乐器，然后这边有一些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比如说箜篌、二胡、箫、扬琴、琵琶和阮。那这边呢还有我们西安古乐的特色乐器，这一套鼓呢，它每个鼓都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有战鼓、有奏鼓，还有乐鼓和斗鼓。对，这个是我们西安古乐的特色乐器。黄老师是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是填词人，歌词中出现了很多陕西元素，那这么多的陕西元素是如何串到一起的呢？想为今年的十四运创作一首歌曲，用我们的自信，用我们的热情来欢迎大家，而且呢把西安呢展示给大家，串起它的就是历史、地理、人文。为了演奏好姚一天卫星把你赢这首宏大的乐曲，高原和他的队员们特意从全运赛事中寻找灵感。我平常看全运会的项目也挺多的，最喜欢的是跳水和乒乓球，因为入水的时候就像我敲击这个边磬是一样的。看全运送好礼，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把陕西好粮油的延安小米呢送给我们西安外事学院的高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古乐的团队，也感谢他们对于咱们古乐做出的贡献。